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你必须要非常的集中精神，因为你身体有四个不同的东西在走，你只要一分神，你就搞不清楚现在左手要干什么，右手干什么，头会在哪里，在哪里。所以这个真的是活在当下。你如果一分神就完全就乱掉。那这个还是里面比较简单，比较简单的功法。因为它是这个是一拍动一下嘛，那两拍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动作复杂一点，啊，脚的动作、手的动作，而且脚的，我记得有一个动作是左右手是不同的动作，然后它是六拍一个循环，就是有六个手的动作，然后头也有，对，六个手的动作是左右手不一样的。那感觉那很像是那个印度的那种那舞蹈。印度的舞蹈我没看过。我直觉的反应呢、然后这样这样子，然后从那个，会有一种很大的节奏感然后他那个手的动作两手不一样，然后头呢，因为刚刚跟你讲是左边四拍右边四拍，他的动作没有变化不太大，但是呢他那个动作呢说手有六个动作，他头也弄成六个方向。那左先看左，然后看上，然后看右，先看右，对不起，先看右，然后看上，然后看左，然后再弄，然后再看上，然后再往下，五是往下，六又往上，又往上，然后再以此类推，右上左上下上，两六个动作。头六所以上有三次，右上左上，右上左上下上，对，所以就是说每一个都有个加一个上嘛，对，六个动作，右上左上下上，对，所以头就有六个动作，对，然后左右手不同有六个动作，然后那个脚也有六个不同的动作，那就理解了以后就很好记的，对，上左上下上，对，那手有六个动作，然后脚有六个不同的不同的动作，好，你现在我们要把它拉高一点，不然脚没办法伸直。好，然后床铺可以把它打平。好，你先把它打平。好，我来。好，到底了。好，江妈妈哈，我们等一下正躺哈，帮你抬高一点。好，现在先把枕头拿掉，我等下帮你抬高一点哈。能不能加个背心啊？加在外面。背心哦。你看他们都穿的多哎。外套。
有热感放进去就好，其他的我可以。来，先拉进来。那里面有没有穿毛衣啊？那就把那个毛衣拿。OK 了吗？下 OK 了。下午给他换到里边穿。你的头可以哈 ，OK， 让他先头翘翘。我知道，他现在紧张会翘，啊，不要，因为他翘，